一下 NSV 最新推出的系列啦，嗱 NSV 今年咧就20周年，所以佢哋就推出了 The Adventure Castle 呢一个系列，灵感咧就系嚟自玫瑰花啦、色彩缤纷嘅蝴蝶啦，同埋 Anna 好中意嘅可爱嘅娃娃。首先咧讲下呢三件产品，嗱呢三件产品咧就系 NSV 嘅20周年珍藏宝盒嚟噶。咁其实咧有三个唔同嘅娃娃样啦，咁里边咧究竟系咩嚟嘅呢？打開它呢，你就可以配合你自己喜歡的眼影 face color 又或者唇膏的。我自己最喜歡的呢就是它推出呢這個 face color， 這個 NSV 的 face color， 看到它的包裝是很漂亮的，那裡面呢你就可以配合你自己的 lip color， 你的 eyeshadow 和 face color 都可以。那我這一盒呢就加了我自己很喜歡的 face color， 因為這個 face color 你可以用來做到光影啊，還有可以均勻膚色的。首先我就想示範一下它今季的 eyeshadow， 因為它有很多色彩繽紛的顏色啦，靈感就是來自我剛才說過的蝴蝶。我今天就會選擇橙色和綠色襯回我今天的裙的。首先我就會用橙色的 eyeshadow 掃上在我的眼皮上面，兩邊都掃，其實看到它的顏色都很鮮色，而且它的顯色度都很高，一上去呢一掃上去眼皮上面就已經是很顯色的了，一些很 vibrant 的顏色。其實它的顏色都很大膽的，令你想像到是一個很魔幻的花園，裡面有很多色彩繽紛的蝴蝶。好，咁啊，掃完橙色咧，我就會選擇墨綠色，掃上去我雙眼皮嘅位置，跟住慢慢咧咁樣 blend 開佢，做少少立體嘅效果。好，咁然後咧，你見到咧，我就揀咗呢一隻咧 rose 嘅顏色，咁其實好簡單，用手指都 OK 噶啦。咁唇膏咧都係非常之滑啦。同埋個顯色度咧都好高嘅。好，咁最後咧，我就會用埋呢一支咁靚嘅手，做埋呢個 highlight， 呢個 face color。咁掃上去咧，你想 highlight 嘅位置，咁我通常咧都會掃喺我呢個獅子位啦、鼻位啦，同埋下巴位嘅。咁話咁快咧，我呢一個示範就完成嘅啦。